好，门口，以后外卖在小区门口，去帮我拿一下。乖狗狗吃鸡腿啊。我呀，哎，谁过来帮帮我呀？看，我来了。哎，这是不是你的狗啊？快把它拉走啊！哎，不是，喂，妈，吃饭是吧？来了。给我好好学习，别想着出去玩。马可，这个鸡腿给你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帮我缠住妈妈。孩子学得怎么样了？去看看。想出门溜？没问题。好好溜吧。我去看看上面什么情况。现场秒杀价，先到先得。不对，上个月的传单中计了。妈，你干嘛？我在学习呢。没事，你继续。还好赶上了。错了，讲你的鸡腿感觉不错，是吗？老公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他过生日还差两个月，结婚纪念日上个月刚过完，三八女王节不是，六一公主节不是，双十一购物车清空节我还没收到短信，情人节七夕节五二零不是都不是，难道是亚米的生日？不对，他从来不记这个的。哎，离死吧，不知道。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呀。啊，什么节？哎呦我的妈！啊 ！Surprise！ 这是？妈，你别紧张，白色情人节是女方给男方回礼的日子啦。老婆，你为家里付出这么多，听亚米提起这个节，我也就凑一凑年轻人的热闹。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。怎么可能不喜欢？谢谢老婆，我太开心了。那我们快点来吃蛋糕吧。不过狗不能吃巧克力蛋糕，摩可你还是去吃狗粮吧。妈，今年圣诞又是这种礼物啊，我都不小了。不喜欢吗？昨天刚好碰上搞活动就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摩可，你想把自己当礼物送给我吗？傻猫克，你这个礼物我最喜欢了，谢谢猫克。对了，昨晚我也亲自给你准备了圣诞礼物，你等我一下哈，礼物来了，圣诞快乐。怎样，喜欢吗？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帮妈妈做点家务吧。把衣服收好，把碗洗了，刷个马桶，拖个地，再丢下垃圾，别忘了。好。什么？要做那么多？36计，走为上。我们溜出去玩了那么久，你说妈妈会不会生气？算了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妈妈，我会。什么声音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是想做晚饭的，结果做失败没关系，我们再做一次，这回你来帮妈妈打下手好吗？好。救命啊！快看！
是啊，才5块钱一双呢，可便宜了。没想到质量这么好，还能用来打虫子还不心疼。要不我们再去一趟，买个10几双囤着。好，我们去逛超市吧。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？喂，妈。佳姐，郭哥要给你送伞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送到啊。为什么？我发个视频给你看。真实状态，放假啦！我终于可以开启幸福的假期生活啦！马卡，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呀？放假了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你玩了。马卡，别挡着我追剧，正看到精彩时刻呢。假期朋友圈大赛正式开始了吗？不行，我也不能输。巴卡，走，我们公园玩去。巴卡，下一个。好了，巴卡，朋友圈晒图素材有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整天玩骨头，你能有什么出息啊？恐怖的生日，救命啊！哈密，给你过个生日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不要长鼻子，难道这还不够恐怖吗？想吃，这样吧，我们来石头剪刀布，如果你赢了我，我就给你吃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这个机会归我了。还有狼，行吧，那这次你要努力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我靠，你又输了。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来吧。